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方舟魔改恐龙生存啦。各位，我们又回来啦，今天这一集老头又要做什么嘞？啊，其实我想了很久哦，本来是想说要来挑战上一集没有打败的拉顿哦，但我后来发现呢，这只拉顿的血量有90几万。我觉得我应该会打不赢吧，就算打赢的话，可能也会死伤惨重哦。于是呢，老头哦，想要说为了击败这个拉顿呢，想要抓一些更强大的飞龙啊，就是不管啊，就是强大的飞行生物啊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基尔呢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施救兽哦，这个能力上呢，好像都还是太弱了。需要更强的飞行生物才有办法跟这个拉顿对抗哦。那老头呢就想了一想，就想说好吧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设法哦去获得西方飞龙，或者是施救，不是施救，施尾蝎啊，又或者是是应该是念蝎尾狮啊，我每次都念错啊，反正就是更强大的飞行生物啊。然后你看那边那只是拉顿吧，哇，在那边嚣张。哈哈，来打我，来打我啊！而且这拉顿是顶尖版本原始的，这个打不赢啊，血量90几万，而且只有一只而已，他没有别的可以选啊。有啦，有别的可以选啦，泰坦的拉顿，你要不要打？哈哈，你光是前面这一只你就打不赢了，你还要想要打泰坦拉顿？不要闹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今天这一集啊，老头想要设法捕捉啊，不管是用什么方法。至少获得一只飞龙，或者是一只蝎尾狮，又或者呢，是双栖飞龙啊，都可以，只要强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一样哦。开始之前呢，希望按个喜欢哦，喜欢数达到1000以上，老头会更尽力的更新方舟影片哦，好不好？订阅小铃铛开起来呢，也可以追踪老头最新影片通知哦，知不知道？各位啊，然后你们看。老头其实这边已经打了非常多这种 APEC Dragon 的这个皮肤啊，这皮肤我也不知道是可以干嘛的，反正感觉就好像装上去会变得很强。我打了一大堆，却一只飞龙都没有。你看，像这个是嘟嘟飞龙，我也一只嘟嘟飞龙都没有啊，超级难过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老头哦，今天就设法去获得一只更强力的飞行宠物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两个吧。我不知道我是哪时候打到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呢，原来这个是可以直接召唤顶尖版本的那个什么放在背上的宠物，顶尖版本的啊。我们等一下把这两个丢出来召看看好了，这不知道是哪时候打到的。这个是一般的，一般的我就觉得没有召的价值啊，除非我想要刷宠物啊，不然的话就暂时先放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只好了。希望是可以出一只小拉顿啊，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道具呢也是有几率出一只拉顿啊，小拉顿你知道吗？那小拉顿的能力好像比较强到时候把我们这只跳鼠给换掉好了。如果比较强的话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准备开第一个哦 ，Go！ 好，直接出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的这个新回收。他可以把它背到背上增加防御力啊。我的岩石巨人再配上这个不就是更强了吗？好啦，先把你给带着。再来看第二只啊，看来我们的小拉顿没有希望了。没有小拉顿也没差了，好不好？怎么又是阿根廷基尔呢？好吧，没有机会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之后呢可以再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之后再看看。然后我想要把这个不太需要的宠物PY 嘛，把这个不太需要的先放进去。这是母的先放进去好了。还有什么？刚刚的不是新尾兽，这是第二阶段新尾兽嘛，对不对？一样放进去我应该是没放错吧？对啊，这我没放，这是我的嘛，对吧？独特版本的还是说我们顺便把这四只也丢一丢好了啦。反正刚刚那个我看了，顶尖是第二阶段嘛，搞不好也有第一阶段的小拉顿也说不定啊。丢猿人，这一只猿人好像可以第三阶嘛，对不对？留着，我记得这个猿人可以增加防御力，也不错。
好，之后再把它练一下。这个又一只跳鼠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当后备军。再来，我们看看，再来，怎么又是 Penguin？ 咪咪，好，再一个，来，最后一个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这里怎么又是 Penguin？ 给我滚！全部放在里面做基金哦，这边紫色的。好啦，那看来好像我们运气不是很好哦，那就算了。我们呢，直接现在想办法去击杀一些啊 Mega 的飞行生物啊。我是希望是飞龙啊，因为我觉得飞龙体质好像比较好，但是他好像没有 AKS 技能欸，我好像没有他的安欸，对吧？那个谁啊？我看一下哦，狮尾蝎的啊，蝎尾狮啦，我好像有他的。技能安吧，我看一下那个技能安在哪里。我记得我留一个啊，等一下我该不会丢了吧？那时候我打超多啊，这里超多，它又有了啊，又有了啊，什么南方巨兽安好丢进去，有没有？这装上去可以施展 AKS 技能呢、欸？啊，还是我们今天专注于蝎尾狮，看可不可以获得一只啊？据了解是要偷他的蛋啊，但是老头私下逛了老半天哦，没有看到蝎尾狮的蛋啊，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蝎尾狮的蛋，到底要怎么偷啊？啊，没有蛋也不能偷，那只能靠击杀了。希望他身上会喷哦，啊，喷一个蛋让我孵一下也爽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至少让我孵一下啊，细不细？好啦，我们来搜寻一下。我们直接搜寻这个了，直接打 Mega 了，好可怕哦，69万呢、欸。我们先从最废的开始好不好？这个 WILD 这个、啊，这个就基本上会掉好道具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希望放在他身上了。怎么有一只白色的、啊？看一下血量。哦哟，杀吗？反正都存档了。先杀了你再说。两下就死了，哈哈哈哈，太废了吧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八两下就去了，然后刚刚好像喷了一个好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企鹅 Penguin 的技能安什么鬼，之前好像都被这些飞行龙吓到一个不行，现在发现他们其实也没多强啊，对啊，之前很害怕呢，现在突然发现他们其实好像也没多强。看一下这一只，嗨，你好。哎呦哎呦，差点被他撸到啊！我刚以为我要死了，有点怕怕。然后这下面有一只 Apex Dragon， 看这种都不能抓，然后他一动也不动，然后我把他撸死了。居然在这里孵蛋，这家伙 ，nope， 蛋呢？我把它咬掉了。蛋呢？看我把它蛋咬掉了，不能把它咬掉是不是？我可不可以重新啊？奇怪，那个蛋不是可以解吗？我把蛋咬掉，就这样不见了。有一颗飞龙蛋啦、啊，蛋嘞！咬掉会不见，你要先讲啊 ！Oh my god， 我不能啊啦，这个要重新独挡了吧？哇你嘞嘞，再一次吧。闭嘴！不要在那边突然旁边给我讲话。OK， 我们回来了。原来我这招有爆炸效果、哦。我现在发现我只想落地而已。我只是想落地而已。居然有火云掌的技能啊！哇，这么帅啊！意外开发新技能，好了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要先帮他设定一下被动，不然等一下把我的那只龙咬死，我的蛋就这样不见了。
来，再来打一次。啊，我记得他在这里附近孵蛋嘛，我遇到这只白色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白色的先把它给做掉。哦，真的是飞什么东西，还想要跑？它飞超快的。哎、欸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你把我甩到车尾灯都看不见了。哇，这个逃跑加速，看不行了，我一定要打死它，身上一定有好东西。来呀、啊，小垃圾。好啦，打死了。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那个家伙，使用我们的火云掌把他炸了。啊，火云掌炸了他。我记得好像是会先看到空中有一只龙在飞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是在这附近啊。该不会不见了吧？啊，我没有看见了。是你这一只吗？好像是的样子，好像是杀了他之后，他就会有一只孵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把他杀掉，然后孵蛋的嘞，怎么没有看到孵蛋的龙？ 2000 years later。好啦，各位，经过非常久、非常久的时间哦，老头一直刷、一直刷、一直刷哦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再也刷不出啊守护蛋的那只龙了啊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要设定攻击可以把那个巢给打掉嘞？我的飞龙蛋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拿一只会飞的强力生物，就这样没了，然后呢回不去了，我再也找不到了啊。它貌似好像是随机生成，但是随机生成的几率也太低了吧。我一直在同一个地点不断的徘徊，却没有发现那一只龙，那一只守着蛋的那只龙一直都没有发现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触发。然后呢，我刷新了也好几次，就是没有看见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找不到那颗蛋了，欲哭无泪。你们也看到吗？我这边已经刷了一大堆啊，可以召唤的龙了，什么大眼中国中华大眼翼龙哦，然后又刷了一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双形无齿吧？是不是？双形巨齿吧？啊，什么龙忘记了？还刷到了一只嘟嘟鸟，你看。我都刷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就是刷不出那只守护蛋的龙啊，心累啊。所以呢，老头决定哦，我等一下呢要来挑战 Mega 狮尾蝎，他的血总共有70万哦。那空战的话会有点吃亏，所以我可能会死掉。不过没关系，老头有备份，冲啊！我要把我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你身上，吃我的沙尘暴呀！就别跑，你就别跑，行嘞！啊，愤怒吧！哎呦，他又召唤了，快跑！我愤怒！啊，我打到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毒巨人！哦，啥鬼啊？打一个毒巨人干嘛？还有什么安？都是烂的安。就这样啊，我的愤怒就这样子停了。啊，打死他，愤怒停了，但是掉的东西好像很烂，所以我更愤怒了。怎么办？看看呢？啊，到底能不能再找到我们要的？守护蛋的龙龙哦，然后我的包又满了，超可恨的，超不爽的，一次丢给我这么多，哦，这么多是要干嘛啦？我不想要再多个值了，请给我龙蛋，谢谢。
我现在看到龙，我都要杀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。哎呦，原来这只，算了，被咬跑了，不想追了，有个废。啊，你就有本事追我，追到天荒地老啊！有本事追我，哎，什么？哇塞！这家伙居然啊是小王啊，哦，差点死啊，好险好险，打到了啥不知道，看来这种小王其实都还好啦，比较强的是那个 Mega 打死给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现在这都还好了。然后我们到了，哦，这只飞龙在下面，它该不会有一只母的在那边孵蛋吧，有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没有半只龙在下面。我想要宰了它。宰了你。嗨你好。那。这是我的愤怒。老头现在的 K 笑了有没有，自暴自弃中。终极愤怒老头。我的愤怒，刚是把泰克元素丢下去了，算了，不管了 ，Who care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战利品吧。虽然没有偷到龙蛋，非常的遗憾啊。老头呢，到时候结束今天这一集之后，私下再努力的偷看看吧，好不好？也只能这样啦。啊，那个触发条件实在是太奇怪了啊！要怎么让他才有办法出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倒是打了一大堆肉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啊，连这翼龙也出来了，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刷新，算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有毒的龙岩巨人好了，这古代的，来看一下这家伙，这家伙跟一般的龙岩巨人差不多吧，只不过是有剧毒啊，是吧？哇哇，耐力马上不足。这么烂哦！哇，这应该可以拿来晕哦，晕那个怪物之类的啊。啊，西剑，好哦。那这个 X 剑应该跟我们那只一样哦。然后我也打了不少龙岩巨石的安哦，我好像打到两个吧。我看一下在哪里。龙岩巨石安，你伫倒位？啊，我哪有看？奇啊，在这里啊！你看两个，它可以装。AK 四，看来是一样的啦。哎、欸，看来是一样的啦。整体上应该就是差不多。哎、欸，可是它会召唤熊哎、欸。这个 AK 四你放完之后还会顺势召唤熊熊这样子。熊熊遇见你啊！熊熊遇见你啊！不知道这只炼满有没有比较强啊？啊，不晓得。要是这只血比较多，我还是用这只算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血多的优先啊。来，这个家伙血多少？250个十百千万十万，250才十万而已啊、哦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哇！可是我比较喜欢红色耶，哎、欸。体型也差太多了吧 ！Oh my god， 哈哈哈哈，这个体型啊，我刚好拔下来，我不应该拔下来的。对啊，这个体型也差太多了吧 ！Oh my god， 啊，传说装，那这个家伙也穿传说吗？哎、欸，对，两个都传说。来，你先回去，你身上的东西不重要。哎、欸，所以说这一只比较强哦。哦，这只把它练满应该是非常的厉害啊！对啊，伤害呢应该是非常的强，搞不好超过百万都有可能哦。但很可惜，这个打空战就没用了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就很缺强力的空战宠啊。啊，算了，这只先放着，来帮你收起来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来看一下嘟嘟暴龙好了，我比较想看那一只，其他的我都不想管了。啊，今天这一集啊，老头有点
什么心态崩了吗？已经无所谓了啊，随便啦，我没有偷到蛋的，我不爽了，随便啦。对啦，随便啦，来啦，看一下这一只啦，啊，就一般的嘟嘟暴龙啊，右键喷火正常嘛，然后它的初始数值非常的普通，好，然后呢，吸剑。吸剑这爆炸有点可怕、啊，但是要吸低啊，要吸低。然后这个炸毛，你看这个是炸毛，然后它好像没有 X 触发键的样子啊。嘟嘟霸王龙 X， 嗯，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跟那个暴龙 X 好像差不多，而且这很好笑、欸，它在空中滑步哦、喔，这叫在空中滑步是不是啊？哈哈哈哈。C 键啊，这个炸起来瞬发应该是蛮痛，但是不能连放，可以连放就无敌了，你可以连放就无敌啊！范围技，范围技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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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，右键喷火还没试嘛，对不对？右键喷火还没试嘛？来喷一下啊，连续持续伤害不错哦，好，可圈可点。我还是比较想要我们的岩石巨人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的配点已经配的差不多了、喔。这个家伙居然可以点到快100万的血量啦，超夸张的。然后呢， 250点攻击力已经突破2万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 case 键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就不需要周围有敌人才能释放吗？来放看看。马上100多万啊！我的天啊，这一只有点神扯，然后它还会召唤一些野生的啊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点，这个家伙它没办法清理尸体哦。哇，无法清理尸体，不对吧？哎、欸，他需要吸剑才可以清理尸体啊，什么鬼？还要吸剑才能清尸体啊？哦，这跌落伤害其实也蛮重的、欸，是吧？来，我往前撸看看，不要卡我啦，兄弟，兄弟别卡我，移动太慢了。走走走走走！难道你是手弹龙，还是你只是单纯被卡在地底啊？对啊，你看他不在高空哎、欸，还是我搜寻错了？我有搜寻错吗？对啊，没有错啊。而且这个血量，这个血量只有十几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对啊，冰飞龙没有错啊，他飞起来，他飞起来了。他有手槽吗？没手槽。他电我了吗？诶、欸，没看到手槽龙。你的巢穴嘞？来啊，喷我啊！抓痒痒啊！来啊！254。36，笑死人了！啊，快快快说，你的手槽弹在哪里？不说是不是？把你丢下来，我告诉你。啊呵嘞！啊，不说就得死，滚！好吧，看来还是无望了，依旧找不到我们的手槽弹弹。呜呜。我恨呐、啊！我恨这个世界呀！动作好慢哦，没办法发泄我的情绪，动作太慢了。我看到黄金嘟嘟鸟了，别跑吧，小子！你倒大霉了你！终于打死了这个家伙了。啊，这家伙里面有什么？哎呦！
这个肉会增加我们的能力跟血量哦，这个肉要留。还有什么药水捡起来，欸，物资非常丰盛，好爽。就盗宝哥布林嘛，我之前所说的嘛，就盗宝哥布林啊。只是这些安超级烂。好，可以走了。可以了。我觉得我们再来加码去找一下猿人好了。我想要被猿人丢大便。我发现这个好像不是大丢大便的猿人欸。这个好像是金刚的样子。也没关系。我就要看是我的头硬还是他丢了石头硬。啊。出来玩 gay 啊。欸，金刚来啊。哦呦哦哦哦哦哦哦呦哦哦呦，是哦是哦是哦，你连同伴都杀，哦呦哦呦哦呦哦，八千多其实有点痛啊，干什么啊？干什么东西？嗯，哎，欠教育。好啦，算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啦，那又多了一只石头人了，哈哈哈哈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好了，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按下喜欢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好吧？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恐龙魔改生存，再见，下集见，拜拜。